就是蔡桃贵，因为我小时候蔡培慧，大家我们公共地没练凳，所以我同学都叫我蔡桃贵。陪总统的是蔡培慧，送进嘴的是蔡桃贵。好彩头是总统一次次烧到南投，全力帮蔡培慧助阵。可以问你一个秘密吗？就是说人家说选举会瘦啊，你有瘦吗？你有瘦吗？你可以保留这个秘密，那、啊、我来讲好了。我没有瘦，我胖了有啦，你胖了4公斤了，我胖了5公斤。我觉得选举是这样，你会吃得多，但是人看起来不会胖得多，主要就是你会变得更结实。民进党南投蔡培慧对上国民党四连霸立委马文君，小英总统帮忙机器带机器，蔡培慧要开始学直播空战，总统亲自吃给大家看，大家陪总统吃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可不可以讲一句不太近的话，但是吃起来比那个炸薯条好吃100倍了。这种形状的比较好吃，这种形状的都很好吃。你要吃两个还是它味道都是一样的？颗粒的是长的吧。哎，总统你先吃长的。介绍在地美食，小英总统不愧是 YouTuber 经营好手，浮夸一点，表情多一点，这样感觉比较对。蔡培慧就是蔡桃贵后家。总统全力进攻中台湾，2018年失去的县市，从立委艰困选区各个击破，一个个拿回来。三立新闻由嘉伟、陈嘉伟南投报道。